孩子没有了，我很遗憾，托你的福。 对我回心转意了，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原点。范子玉，萧子在警方手里是拿不回来，法律不是儿戏，这个案子也撤不了，你醒醒吧，范子玉。 车祸的时候毁了他的脸，他的脸经过数次整容以后已经面目全非，就连学习都说如果不听他的声音，他也认不出来。学习早就知道他是范子玉了，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，对吗？因为你一直把他当做你的知心朋友。是，我被蒙在鼓里。 这个人在我们结婚登记的时候送过骷髅，也在我们家门口泼过油，还给我下过堕胎药。他现在是害怕了，他想让我不再追查当年的车祸，他想让我永远担着车祸肇事人的罪名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 不是你在哪儿呢？好，马上到。哎呀！哦，王妈，担心死我了，知道吗？不许再有下一次了，好吗？肝儿都颤了，你又自己一个人跑了。给，妈。 薛琪，我想问你，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早就知道心子是谁了。为什么在这个家，只有我不知道？心子就是范子玉，你知道吗？我被他骗惨了，我一直蒙在鼓里。
那我告诉你一个更惨的，想听吗？你说。您给小新的那个保胎药，实际上是一瓶堕胎药。什么？堕胎药？嗯哼。那你们的孩子没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妈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别说了。OK。 行吧，你听我说，我告诉你实情，刀片我没有治，孩子还在，他就在我肚子里呢。真的，真的，我们之所以对外说孩子没了，就是想让一些人死心，这是我的主意，我们不想再被他们打主意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。是我该变。 既然现在都这样了，就让一切都过去吧。妈，你会喜欢肚子里这个孩子的，是吗？是的，我会喜欢他的。他的生命力多顽强啊！这么多人想害他，他还活得好好的，我能不喜欢他吗？他是我的孙子。那学琪。 他也希望得到你的祝福，学琪。妈真的很高兴，祝福你。去哪儿？我能送送奶奶。 好啊，回家。